凛冽的风呼啸而过，我在眺望远方的波澜壮阔，飞驰的车承载着生命的重，多渴望与你心变境修山河，跋涉开山的路苦乐奔波，理想就在欢笑和泪水中打磨，起起落落捧起无悔的执着，才更让勇敢的心永不熄火。我带着你去奔赴心海，把梦的故事讲出给花开，在手中捧破着期许的未来，用鼓舞迎接暖阳的期待，人群去就来石头了，叽叽喳喳的跟个鸟叫似的。这不会是你们家爱长安吐的吧？嘿，我们家长安喝酒从来就没吐过。这世道，能喝酒也算是本事。我们长安前线三等功，马上要到北京的大建筑公司了。嘿，这都不算本事。是本事，在工地上当工人是大本事。那像我们家微微啊，没什么大本事，只是大学毕业留上海做老师，为社会主义做贡献。哎呦，这把他给美的哟！哎，只见他怎么了？叫一声，妈妈，这低血糖都被这个刺老虎给气出来了，真是的。您先回屋休息会儿，吃块糖啊。我来扫，我来扫。妹妹，辛苦你了啊。嗯，没事。你吐的？我很可疑。要不是你，这层最可疑的就是那个艾长安。啊，你认识艾长安呀？那是我兄弟。认识啊，一个一见面就把我当成小偷的冒失鬼。哦，那他太冒失了。要我也刚见你，我就不觉得你像小偷。我不是小偷。哎，你看我这猪脑袋怎么跟艾长安似的呀？我向你道歉啊，我跟艾长安划清界限。小心脏。还有，注意界限。一号楼，葛太平。杨薇薇。杨薇薇。太平，呀，太平，你这袜子还在这扔着呢，还不快去唱你求你爸去？求我爸干啥呀？全忘了，啊？赶快赶快，麻利的手术号跟你爸好好说，听见没有啊？快快快。古人云，每临大事必有静气，今天会场这么安静啊，那看来同志们对咱们华气所要发生的事情是有准备的了。好，
那我就不多说了。下面由厂长葛宝忠同志传达省军区的指示。四条：第一，这个月部队不会再向华汽下达5吨重卡的订单；第二，部队再也不会向华汽下达5吨重卡的订单；第三，五改期提速，没有一年的时间了，6个月之内必须完成五改期的攻关，完成了华汽转型，完不成就地解散。厂长，没有6个月的时间，购买材料、研究经费，还有职工的工资，所有这些开销加起来，这厂里的财政也就够5个月。第四，厂里中层以上的干部继续停发工资，普通工人延迟发放1个月，食堂的餐标，除了实习的大学生，从即日起每人每餐下调1毛，尽最大的努力维持6个月的攻关时间。周书记，我们同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待过，也在里哈乔夫汽车厂实习过。你告诉我，苏联人车型升级一般几年？5年。华汽从五改期提出做前期工作到现在是几年？不到2年。华汽总共也就是想要3年时间而已，这时限不能改。不能改，因为我们华汽正在打仗，军中无戏言。五改期表面上是载重升级，实际上是底盘、发动机、制动、悬挂箱都得换新的。只给6个月时间，这才是把五改期这场硬仗当成儿戏。妈，嗯，这黄瓜这几天在这餐桌上挺吃香啊，便宜。哎，我可听说了，厂里的餐标啊还得降，以后想吃都没有。哎呀，那是昨晚剩下的，那是昨晚剩的。嗯，饿的时候剩饭不吃。熊孩子，来！陈，嗯，陈，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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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啊，天一，哎，吃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啊？我爸，嗯，老葛，这回真是羡慕傻驴了。我和孟和平因为偷驴的事儿被开除了。这事儿是我惹的呀，我找你爸去。别别别，晚了，开除的公告都快贴出来了。我是无所谓啊，咱得替孟和平想想出路，对吧？你爸呢？厂里开会呢，吃饭。哎，哎，怎么了？走不走？走啊，走啊！哎，来了，走。走，让一下，让一下，让一下。刘大爷，刘大爷，别停，别停！刘大爷，别，不能停，不能停！哎，长安，你在干嘛呢嘛？我回头跟你说，这小伙子有点闯祸了。刘大爷，哎，你怎么不下车呀你？陈总工，
从现在的制动升级到最后的整装试车，华气保卫战只剩6个月的时间了。那么按照你的算法，测试刹车片只剩10天的时间了，是吧？对。好，那么从今天起，全场3班倒，配合你打仗。政治处要做好全场的思想工作，保卫科的孟科长，你要负责好全场大大小小的治安工作。财务科的杨科长，要准备好款子，向兄弟单位买零件。陈北啊，你们生产科的那些实习的大学生，你要负责配合沈总工，做好传帮带。杨一年家学德语的杨薇薇，我认为可以直接进翻译组，翻译斯泰尔的资料嘛。对啊，也就是说，全场的年轻人必须积极的参与进来。哎，放开我！什么中国风不能演，我必须参加这个。真是中高层会议啊！你干什么？孟科长，扔出去！阿成，不，您先坐下。您先听我把话说完，您再站起来。孟科长，今天这个会很重要，请再多加派些人手，50米之外执勤。啊，中，我来安排。哎，你们俩给我走！哎，50米开外，50米开外。艾长安同志，这是场会议室，你要懂得讲纪律。周书记，我就是来讲纪律的。按照纪律来说，孟和平和葛太平他们两个不应该被开除。偷驴就是违反场纪场规，必须开除。葛叔，那驴是替我偷的，还有咱们厂不用那零配件。我用驴驮着给我那战友送去，驴也是他们家的。现在驴的事说清楚了，那零配件的钱我也给了。啊，还有，我那战友的事儿可不是我编的，是吧，爸？您能替我作证吧？哎，不说话就是默认了。反正，哥叔，跟他们两个真没有关系。您要是想处分，您就处分我。你不是厂里的职工，你没有资格受处分。老哥，误会解开就好了。我倒是有个提议。以前不是华气的职工，那以后可以是吗？这说的是什么呀？哎，这是。哎，张安，咱们五改期还缺一个试车组，你这个曾经的汽车兵，对为咱们华气试车，有没有兴趣？周书记，今儿这误会解开就行了，其他的我没什么兴趣。回见了啊！你说这根本就没想到，这套餐根本就是。来，下一个。郭板，来下一个。来下一个。下一个，这大种物的咋还洗饭了？还这么洗？还要咸菜不？咸菜啊，要咸菜吗？班长，昨儿你们俩是不是特合拍啊？别瞎说啊，在华气的厂区。只准聊车的事。班长，4条9幺重卡的完整图纸，我已经研究过了。详细说说。四条用的是 WD615直列6缸自然吸气柴油发动机 ，ZF 和富勒的变速箱，内含10个档位，均匀的速差比是35%。嗨，以华气的底子，想要借鉴斯泰尔的配置，非得经历一番头破血流不可。各位，沈夏请咱们来这儿。就是来陪着华气一起流血流汗的，所以不要有任何抱怨，好吗？谢谢班长。
来一个。来。青青，刘青青。哎，你说我们华旗公文的这个小米粥都没几粒米了，就那几个实习生，哎，主要是那几个男实习生，怎么他们就有肉吃？孟和平，你少在小姑奶奶这发疯。咱俩不是熟吗？谁跟你熟？我跟长安哥他们几个熟。你玩什么呀？刘国庆的妹妹，刘青青。哦。你是华旗工人，可人告示上也说了，你马上就要被开除了。人家几个是实习生，可是人家也是大学生啊，大学生要吃好点，这是厂办的规定。那我，你什么你？小米粥，喝不喝？不喝。哎，哎。下一个。这什么也不喝呀？俺们在这当牛做马，踏平了大鱼大肉。就是，别拦着。吴改期这事儿本来就摸不到风，现在连工资都摸不到风了。厂办的凭啥这么规定？凭什么？走，找厂长去说吧。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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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下调参标，我们也是刚刚得到厂长的通知，我们是严格按照要求在办事。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走，看看去，看看去。咋回事？这怎么下来？科长，这些人非得找厂长讨个说法。我跟他们说，现在开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，他们听了不闹腾了，也不离开，非得要等厂长出来。厂长来了。同志们，我知道大伙儿对华旗有一肚子的火。但是你们还能让我们华旗把会开完，我葛宝忠先谢谢大家。葛厂长，我是因为我们爱华旗，可是华旗爱我们吗？我们成天累死累活的，我的小米粥，大学生轻轻松松，天天大鱼大肉，这事你得给大家个说法。不对，不对，他们说的不对。不对，厂长，他们都太夸大了，人家大学生的碗里也就一点肉末星子。我亲自看见，我亲自看见你打进去。同志们，这个吴改期啊，他就好比是一辆火车，这研发工作呢，就好比是火车头，这大学生们呢，那都在火车头里边工作呢。他们多吃一点儿，这火车它就跑得快一点；他们吃好一点儿，这火车它就跑得稳一点。所以他们的餐补比大家略高那么一点点，我认为符合全场的利益。怎么也不符合呀？我们一天也上班，不太符合咱们的利益。那喝的小米粥能举报我们？我们也是员工嘛，我们也是员工，他凭什么？是不是？何警官，我想。科长，我同意。我也同意。那么累，饭吃不饱算了，工资一个月没发。郭厂长，我代表大学生要求下调参标，
我们跟工人同志们统一标准。先谢谢你啊，徐氏同志。葛上长，物价局都告了快两年了，越告生活水平越低，为啥非告不可？为啥非告不可呢？他可以不搞对吧？对呀，吃好了就行。同志们，苏联的卡马斯53201976年就下线了8吨车，今年的53212更是达到了10.5的载重量，而我们华汽的5吨车已经被军队淘汰了，再不搞5改7，被淘汰的将是华汽。现在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6个月。沈总工，你说的不对，苏联人汽车升级一般都要5年，这个时限得改。改不了，华汽在打仗，军中无戏言。沈总工说的对，同志们，其实今天你们到这儿来，我知道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工资研发的问题，这个是厂办，主要是我跟葛厂长的决定。我们今天所有参会的人员工资已经停发3个月，而且还要继续停发下去。为啥？因为咱们华汽的家底儿太薄了，一切开销都要紧缩，保障一切力量，支援5改7。葛厂长，我有个倡议，我想在华汽搞一次大募捐。我们华汽内部可以捐钱捐物，保障咱们华汽技术攻关。当然了，党委的决定还是要通过民主集中制，同意的可以举手，不同意的可以不表态。我要这个。谢谢。谢谢大家，我们把劲儿往一块使，帮着华汽挺过这一关。华汽的发动机绝不能熄火。贵带了20，好，好，好，谢谢啊！李子章，钱呢？哎，领导，我哪有钱？我的工资不是在你们财务着了吗？哎，李子强，你要交库吗？你回屋里交去啊！不耽误我募捐吗？是不是？走。我说你这眼睛是不是让严师给糊蒙了？怎么，就你爱华汽，老子不捐钱就不能捐点别的？捐，
你看你卷啥？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。杨会计，这些都是我靠朋友交情赊来的，你拿给食堂吧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可以像红军一样替华西去打仗，但是，哎呀，年导呀，这个天天红军菜，天天小米粥，真受不了啊。知道了，谢谢。点一下。杨会计。王国富捐了20块，是不是？是。周书记提倡的捐款全凭自愿，不得强迫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你把钱还给我，王国富家这钱捐不了。你搞啥呢？这捐了还得退的呀？啊？你这么搞，我的工作怎么做啊？那王国富他就是个天杀的。吃睡这几个月都在厂里，家里的事情他根本不够他那个猪脑子。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天天跟着吃糠窝头，吃的脸都是蜡黄的。现在马上就要开学了，这20块钱是留着给孩子交学杂费的呀。他读书少，留在华西当工人，认了。儿子总得学习，总不能留在华西吧？不是，这话不是这么说的。这话就是这么说的。杨会计，你也是有女儿的人，你舍得你女儿留华期吗？走。妈，干嘛要分钱？不想捐可以不捐啊。哪办？是当这个财务的，如果阿拉不捐钱，人家会抽我们脊梁骨的。奶奶呢？妈，这个是22.65块给你留着。妈，我不用。要的，你跟小刘谈恋爱要花钱的，你孩子嘛要舍得花钱，晓得了吧？嗯。奶奶啊，等你有一天嫁给了小刘，哎呦，妈妈这种捂着钱过日子的生活就到头了。记得我拿去捐。哎呦，奶奶，侬看看看，那阿爸一辈子为着小钱打转转，真是血淋淋的教训啊！侬理解吧？嗯。谢谢啊，没事，那我先走了啊。谢了啊，哎，谢了谢了，哎，要不我还要给大家做午饭，我先来。鞍山美家45块。不会轻点啊？没有金堂木，把这桌子也敲得震天响。25块钱，杨姨娘家的。我是没有你捐的多。阿拉微微将来到上海去教书的，人家要跟公派留学生结婚，当然都要钱的了。哎，我当然要算一算的了。哪像你们家儿子啊，一事无成，当然是省钱。我的儿子怎么一事无成了？前线光荣退伍，马上去北京工作。你女儿，我还看不上。哎，这，妈，爸。别算错了，杨一年家捐款47.65块。这，哎，哎，薇薇啊，你知道的，那个钱姨不是这个意思。说是迟，那是快，只见他噌啷啷拔出来，哎，去做饭去了啊！哎，去。谁？哎，小霞，
我就是想知道，周书记提议举手表决的时候，你为什么先离开？我就知道你来找我是要说这事儿。为什么先离开？因为我早晚得离开啊。你就不能晚点走，等华期五改期顺利完成再走？不能。为什么？人北京的建筑公司还等着我上班呢，人家答应我了，一个月我能赚100块钱。在华气什么时候能有这数？艾长安，你还不如徐迟呢。你说啥？徐迟不是华气人，但在华气最艰难的时候，徐迟都有为华气流血流汗的觉悟，你呢？临阵脱逃，没有担当。昨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我就说了，我不留在华气。是。昨晚你的惊喜我记着呢，可是我怎么也没想到，华气、七剑、我，都不如你一个月赚的那100块钱。耳畔凛冽的风呼啸而过，我在眺望远方的波澜壮阔。飞驰的车承载着生命的重，才更让勇敢的心永不熄火。我带着你去奔赴心海，把梦的故事讲出给你观看。在手掌空空间继续的未来，用鼓舞迎接暖阳的期待。你随同我去徜徉四海，喷薄的模样如少年归来。在千里之外，那么看来，制动贴片的选择，国际上也就是非石棉有机型、半金属型和金属型的三分天下。嗯，三者区别不大，半金属衬片造价更低，我看更适合华气。啊，不是的，华气的制动升级，我认为应该选用金属衬片。非石棉有机性贴片需要的是高温树脂复合材料，这种材料本身就很费时费力，需要的铜粉、铁粉以及改进剂呢，基本都一样，无非就是各自的配比不同罢了。但是如果选用金属的话，全金属的物理稳定性会更高，那就意味着在极端的条件下，车辆的制动就会更加安全，所以我个人比较倾向选用金属衬片。曲直，暂定用金属衬片，但成本部分要再核算缩减。好。高哥，哎，长安，忙着呢。哎，高哥，都忙着呢。长安，你怎么来松野姓了？啊，沈叔，那个。我这不明儿去北京了吗？想着走之前总得帮大家干点什么，省着你们把我给忘了。嗨，夜宵都来了，大家快吃饭吧。啊，哎，这不是你的，拿别的。辣椒，
片都是咸菜。哎，还有，嗯，班长，我跟你换，我想吃咸菜。吃饭了，不吃，拿走。长安，你知道咱们爷俩哪儿最像吗？鼻子。错，咱们爷俩最像的地方就是都是犟种，自认为对的路会一条道走到黑。周书记在会上亲自拉你，你都不会回头。真有苦衷，你知道咱们俩哪儿最不像吗？你老爸我生在北京，是个本分做事的老陕，可你呢，生在陕北，可骨子里一心想往北京。也对，人往高处走，水往低处流，咱俩都挺好。爸，我真想留下，但是我留不下。你糊弄老头呢？我从来没看到你为了留下来做过任何努力，我倒看到其他人为了留你，想了不少办法。长安，老爸不理解你，但是祝福你，从今往后，咱们爷俩谁也别勉强谁，各自端好各自的饭盒，好吧？
沈夏，离开华气，我有我的苦衷。我曾经是一名军人，这一切都该由我独自承受。我走了，抱歉。别忘。